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天元围棋频道，我是吴新宇。今天的破空与桎梏呢，我们给大家介绍一局精彩的这个棋啊，这是由我们桎梏啊这个大师赵志勋先生的，可以说是桎梏的杰作啊。我们来看一下啊，现在这个黑棋啊，刚才把这里投正了啊，拐住以后呢，黑棋在这边啊，形成了这个连成一大片的这个模样啊。这个白棋呢，势必呢就要侵入这个黑棋啊。这块棋呢，暂时呢啊还不用操心，都不用操心。那么白棋来破空啊，这个最常用的招法呢就是打入。那么执黑棋的是片冈中九段啊，也是当年参加过中日围棋这个擂台赛的啊，这个日本的可以算老棋手了吧啊，就是说这个棋风呢以后世呢渐长啊渐长。那么现在呢，黑棋并，白棋粘上，黑棋呢正头啊，这个是普通的。白棋呢，这时候飞，哎，这个是桎梏的要点。这个形状呢，不要去拆二啊，拆二不好，拆二的话呢，黑棋就简单，这样呢，黑棋就算简单的压住啊，这样活是活了，但是呢，把黑棋这个外面撞得太厚了。自己还得后手活，那么再被黑棋以后围一个的话呢，这个啊只是单纯的做活了这块，把外面全给丢了呢，这个呢不太好，不太好啊。所以这个拆二呢不好啊，这个活要点呢是先飞，先飞，这样呢不一样，这样黑棋虽然也能啊这个压住白棋，但是和刚才呢情况呢就是完全不一样了啊。那么压的话呢，白棋顶，这个和刚才不一样啊，这个顶的扳，哎，这个也破坏了黑棋的这个形状，黑棋大概只能粘上。那么白棋藏一下也行，不藏一下也可以啊。那么这样呢，白棋呢刚才完全相反，这样就变成了一个先手活，主要这两下便宜太舒服了。那个这个情况呢就完全不一样啊。这边有小尖，这边也有小尖的借用啊，这个就是说是白棋呢可以先手活，这个黑棋呢当然呢也不肯啊，也不肯。所以黑棋呢一看分头呢不是太好，就决定呢先收根。那么收根点在二路啊，这个是局部的手劲。白棋呢跳，白棋跳，这样当然呢是还是白棋是块孤棋啊，黑棋来说。那么在这里呢这个片冈中呢走了一步呢随手的棋啊，随手的棋，那么呢就是说呢是次啊，这步棋呢有点随手啊，就是，当然他是希望呢白棋粘上，那么黑棋在底下呢补一个啊，尖也可以，或者就是说呢直接并回来，对，彻底把底下的棋呢给安定，然后呢再呢就是说呢还保留自己的这个联络，对这四个字呢也有很大的帮助。想法呢是这样，但这个刺呢有点随手啊，可能呢还是应该直接啊在底下补住。这个具体怎么补倒是有点头疼，尖还是并啊，这个呢不好说。这样呢还是保持对白棋的攻击。那么这个随手一刺啊，那么下一步可以说是这个白棋啊处理这块棋啊桎梏的精华之一。那么
并主，哎，这个是自古的好处。一般来说呢，似乎大家不容易想到这样的棋，但是这个并以后呢，把这个子彻底的联络了啊，因为以后尖士基本上是先手，哎呀，从活棋的角度上来说，那么呢，实际上彻底的把什么呢？把黑棋这四个字，当初啊，你把有可能回去的道路啊，给分断了。那么我再往外面跑的时候，你这四个字啊，无形中呢，也就呢，变成了这个孤棋，也就变成了这个孤棋。而作为底下来说呢，以后啊，随时我一走或者一拖啊，这个地方呢就可以呢，有机会把这个子吃掉。那么这个一次呢，这个是啊水手平杆通水，但是呢这一并啊确实是也是就是说不易发现的这个妙手啊，不易发现的妙手，这个确实呢就是说是这个赵子勋先生啊这个自顾啊的深厚的功力啊，这个的好棋。那么白棋一看，有没有发现这个你也不能冲断吧，是吧？不能冲断啊！哎，这个冲断呢，白棋就打出去就是啊。你打我就提啊，退也可以啊，提完了挖也行。那么，所以黑棋现在呢，哎，选择了小尖，小尖，粘上啊，尽量呢。破坏白棋的形状，然后飞攻。白棋当然先跳了再说，黑棋呢先并，并完了以后飞，哎，把白棋外面的出路呢基本上呢堵死了啊。黑棋还是下得很理智，因为这个地方一定要注意自己这块棋的这个安危啊，如果不注意自己弱点，万一被白棋反扑过来的话，自己啊有可能就是从原告变成了被告。好，那么接下来白棋先冲是个好次序啊，注意这个先冲很重要。黑棋现在呢没什么太好的办法啊，还是挡住。这时候呢白棋在拖啊，做活啊，这个也是自顾的这个要注意啊，不错的。如果只是满足于小尖，这个不好啊。首先你尖这个呢肯定尖不到，尖这个呢它不会挡，那么黑棋以后呢它就会尖一个算了，让你当官呢爬回去，让你当官爬回去。这个白棋啊目数呢收获呢很少啊，目数收获很少。这个呢黑棋这目数还是比较大的，所以这个尖是尖不倒啊。那么你尖这个的话呢，黑棋依然会立，这个它依然也是有个先手，你大概呢还得硬啊。这个如以后呢，这个还可以跳回来，根据情况呢，它可能还先尖这个，这个有点死活问题啊。但它不走这个，保留以后打了虎的搜刮手段也可以。所以这个棋啊，一定要。不能轻易的满足做活，一定呢要活得积极一点，靠这个。那么黑棋啊，这里有个子啊，黑棋立一下的话呢，白棋就挡住，这个木也不能丢。你就说，哎，这个好像没什么关系啊，但这个木不能丢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地方你不走这个呢，以后人家呢等于是这样，这个挡呢是先手。虽然勉勉强强你靠这个呢，这个尾巴不要了，是个活棋啊，是个活棋，但是呢这个活得非常的小啊，这个活得非常的小，只能这样啊，做个战士，战士牛是活棋，但这个目数太小，这一吃还接不上的。主要是白棋啊黑棋啊多了这两个以后啊，哎，这块空以后呢就变得结实多了啊，很难进来了。这个我们在接下来的进程中呢就可以明白。所以顽强的挡住，
这时候呢，黑棋暂时还不能搬啊，因为如果你现在搬的话呢，白棋可以吃提啊，那你呢，这个还是有点头疼啊，有点头疼。如果粘上呢，这里呢，白棋就白白的多出一个打的先手，这样呢，白棋局部呢活是没问题，而且这个提了以后呢，在这个地方啊，就是说有很多鱼尾。那你如果提，当然它这里少了这个呢，眼位是差不少，但是这个地方呢，白棋可以直接虎出来啊。注意它不是粘上的，当然是不是太怕，但它可以直接虎完搬这个。你这个扑不着，这一下扑它可以接到那边去了，这个形成一个打劫。你要打这个呢，它又粘上，这个等于外面被断了呢，作战呢是明显的这个不利啊，明显的不利。所以说暂时啊，黑棋这个手段呢不成立啊，不成立那就暂时先放置吧啊。黑棋这里既然没什么好攻的了啊，那么白黑棋呢也是另外的去开辟呢这个战场啊，抢个大场。那么白棋啊，首先这个自孤呢可以说成功了啊，当然啊，平时有时候别的棋我们看一盘一块棋自孤成功啊，这个棋就好了，但是这盘棋可不一样啊，这个第一块现在是成功了，但外面逼住以后呢，哎，这里又威胁着你，那么白棋还需要把上面呢处理好啊。白棋开始搬粘，哎，把脚上呢加强啊，因为你不搬粘的话，我们说过这个里面有很多的掏法，粘上，然后呢白棋冲一下，现在要处理第二块孤棋，是吧？这个第二块处理起来呢倒是非常的这个简单啊，白棋呢是点，这个是常用的处理手段啊，不要去加，张氏这个加的意思啊和这个小尖的意思是一样，都是要求度过做活，但是呢你度过呢实际上是没什么意思啊，没什么意思，就黑棋可以暂时不走啊，以后根据情况可以分段，你也可以，那么根据收收控的话呢，它肯定是小尖在这里让你这个单关过去，让你这个单关过去，这样自孤呢虽然说你是活了，但是呢这个活得太小，还是呢不能够满意啊，不能够满意。所以赵老师在第二块棋自孤的时候依然在追求着哎比较高的活棋效率，点爬，黑棋的补啊，白棋在顶，这样呢自孤起来呢就比较呢这个相比直接加了一路度过效率呢就要高一些啊，黑棋点一下呢，那么白棋就硬住啊。黑棋也不着急，虽然你都活了，但是你每块棋活两个眼，这个并不怕。黑棋逼过来啊，在这里呢，哎，又形成了得了不少目啊。这个棋啊，白棋呢还是得一看，不能乐观，不是活了就行了，还得继续努力。那么先吃啊，这个地方因为刚才总是呢黑棋有这个隐患，白棋干脆就把这个逆收掉，哎，这个逆收本身目数也很大啊，十多目，味道呢也干净，为以后的行棋呢做准备啊，先把自己走后。那么走完这个以后呢，黑棋也开始收出了，你这两块棋不都活了吗，那黑棋就把这些走掉啊，走走后开始准备呢把空呢围上，再以小尖啊围空的同时，总是威胁一下呢你这块棋。如果说黑棋把这个都库围起来，白棋这个靠几个小块小块的很难呢和黑棋抗衡。那么第二块处理好以后，接下来啊白棋这一步棋啊可以说是有点这个石破惊天啊，石破惊天。赵老师看来今天自孤还是刚刚啊热完身
那么呢，高潮呢即将到来，下一步棋可以说让对手啊这个大跌眼镜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步白棋啊，在这没有选择这个普普通通的啊，就来削。那么这样呢，觉得不太够啊，或者你就算走这个，它为主，觉得不太够。一不做二不休，这步棋如此深入的破空啊，这个真的是前面这些只能算是热身了啊，这个是要翻江倒海把这个黑棋全部破光，这个精力这个实在是佩服啊。黑棋现在必须得主动，不主动的话呢，这个随便一小尖就连通了。那么呢，现在这个是后手了，这个也体现出当初为什么要抢这个的重要性啊，为这里的活动打下伏笔。那么怎么走呢？黑棋呢先不着急，黑棋啊先点，由于刚才尖的这个又对这块棋回过头来发动冲击啊，冲击。当然了，白棋这对这块棋的这个自估呢也是胸有成竹啊，现在再贴。你分段我的话，我就冲。你不跑吗？那我就粘上。哎，这个棋呢，基本上呢是活啊活。然后黑棋打，白棋虎啊。这个时候呢，黑棋去提一个呢，这个问题是有一些啊。这个黑棋既然这里杀不着白棋啊，杀不着白棋呢，这个就暂时没必要提。虽然提一个目数便宜，但是呢，你现在这边行棋啊，这个如果形成这个打劫啊等等变化以后啊，再在上面啊走都来得及啊，至少保留一下呢，会有不少的好处啊。这个好处在以后呢会体现出来，现在急急忙忙去交换掉啊，这个没有意思。那么白棋尖了以后呢，再一顶，这样白棋呢，局部是活棋，而且这个顶呢，和这边呢作战，可能呢还会产生一些关系啊。这个是偏港中的这个失误了啊，我就不懂，可能从这个进程来看，应该有可能它是读秒了啊。想想这里到底怎么应。最后一看没办法，还是得主动，那必须主动啊，不主动被他跑了肯定是不可能，还是得走这个的话呢，那么这几步棋呢就没有必要交换啊，没有必要交换。这个走完以后，然后白棋跳，这个叫做怎么说呢，大闹天宫啊，这个在黑的空里面视若无人之，如入无人之境。黑棋这个弯呢虽然奇怪，但是呢也没办法，如果你尖这个呢，那他挤还是先手，这两个这个呢可能还不如弯啊，这两个交换可能还亏了。那么这一跳呢，这个实际上这个黑棋啊很难拿住白棋啊，拿住白棋，这个也是赵老师比较敏锐的地方啊。你不能走这个，走这个呢，由于注意这块棋现在吃了这一个子啊，那么黑白棋就一个一个贴，找借用，你这个形状也不太好办啊，也不太好办啊。所以黑棋吃在上面，那么白棋在飞啊，这个眼形呢就逐渐出来了。黑棋点靠，先冲一下啊，然后呢再走这个。这时候白棋断呢可能不是太好啊，先暂时保留一下，走这个啊，直接点这个，你粘呢就让它粘吧，反正你只准备杀它了，不差这点目数，这样白棋胡呢还稍微复杂一点。但你吃实际上先交换这个呢再走的话呢，这个白棋啊做活呢就变得相对这个轻松了啊。那他先贴一下，然后这一打来
这个很轻松的。再一壶啊，这个第三块孤旗宣告处理成功啊。你张只有几了？大家一看，哦，打劫了，打劫了，是不是？不然，如果说只是这样打劫的话呢，黑棋这边啊还有很多，包括那里还有很多劫材，这个白棋谈不上成功。白棋是要什么呢？打在外面，等你粘上的时候，哎，再一扳，哎，这个他还要找你黑棋的麻烦，他是要寻求什么呢？进火，啊，这个是说。这个自孤就是说确实是太厉害了啊，这个是啊，第一块第二块还第一块啊，这个病第二块呢倒不难，这第三块啊他不得连打劫都不想，还要进火，这样的黑棋很难，就这个啊，病这个也不行，他只要虎先手这个冲了，由于有断，这个直接就搬过了。那么他再虎，我们看看火完以后，这时候再挤啊。总之来说呢，白棋啊，他要求的是进火。那么黑棋被白棋进火，那个大本营被破光了，肯定不行了。那么黑棋也只有顽强的跟白棋抗争，打吃走，好一段。现在就变成把这个黑棋上面也卷进去了啊，这样打劫情况当然就不一样了。黑棋呢，拐头受气。白棋粘啊，这个都是基本功扎实的体现。哎，断，好手啊，这个对杀的妙手。如果不断啊，直接收气，我们一会儿就会呢白白差一棋。现在白棋顶，黑棋提，粘上是吧？嗯，白棋收气，黑棋到这个啊，这样断啊。现在如果顶的话，这个断我们就看出来了，这个地方气呢最后收不进去。如果先顶了你再断呢，它就吃在这了。先断了你不能吃在这，我一尝这个外面要扳死，这个断的啊妙处。那么白棋挤以后，黑棋打，形成了结阵，白棋提，黑棋呢立打这个结。扳肯定是劫材，但是呢这一个劫材不够。因为白棋你提过来，白棋这里有本身劫啊，你这个再粘呢就不是劫啊，这个再粘就不是劫，这个就可以不硬了啊，可以不硬。所以呢黑棋呢选择了立，立如果啊白棋害怕你要走的话呢，那么他就再扳，这里面劫材呢就逐渐变多了。所以白棋一看，干脆呢就把这个呢补住啊，白棋一看就补住吃掉。结果这第三块，哎，现在一看就是说，白棋啊，通过这个成功自孤啊，把黑棋给吃掉啊，而且这手棋啊，还有点功不可没啊。这样呢，这个黑棋呢，孤注一掷啊，杀这个。一盘棋一块两块三块啊，还没完，现在轮到呢第四块啊，第四块。这个地方呢就是说呢白棋啊，这时候呢已经是啊，已经就是说都过了极限啊，跟长跑一样，这个极限过了，最后的冲刺是非常的这个轻松。白棋在这呢是最后一块自孤呢，可以说是胸有成竹啊，胸有成竹。那么先冲，来先冲黑棋渡过啊，这是黑棋渡过，白棋粘上。由于这个气紧的问题，黑棋要尖在这里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看一下就知道，白棋夹这里，首先黑棋不能跟白棋打劫了啊，打劫的话黑这个本身劫太多，只能是进杀。因为外面已经死了这么多了，只能进杀才能继续。但是呢如果你这样的话，这个一冲一立啊，这个他不会提，就立呢直接就是接不归了。那么这样呢再一靠啊，由于当初这个地方被他活到这里了，这颗子哎留下了这个一个断点，
如果说没有这个断点，这个棋呢还难讲，但是有了这个断点以后呢，哎，这一靠，这个棋啊，黑棋呢可以说是无法尽杀这个白棋。我这种白棋底下呢也有负担啊，如果搬的话，那么白棋就挤，你这个地方只能呢，哎，虎这个，那么这样呢，哎，这个虎呢等于是先手，那么再一虎出来呢，这个就很容易呢做活啊。那么实际上选择的呢是退，不过这样也难不倒这个白棋啊，大风大浪都过来了啊，这阴沟小船里应该是不会翻船了。虎要求做野，黑棋最顽强的杀，白棋呢先虎一下啊，先虎一下。你当然是不能打上去啊，打上去这个就成结了，所以尾巴总是这个这一粒就是总是有个结不归的问题，那么只能呢补这个，补这个挖詹氏先手，挖詹氏先手啊，两个打二还一，但是白棋都不会去提你啊，你得粘，白棋要走就是都是直接从后面收起。好，那么呢，准备工作做好了，现在呢白棋开始贴啊，往外跑，因为这个地方呢还有一个先手啊，你也不能搬，搬了他顺手一搬还是个先手，这样就活了，是吧？你不能被这么打，这样这样他顶完一弯或者直接走这个啊，这样就活了，那你只能破这个眼，那这样呢白棋的活路逐渐明朗起来，小尖就补这边的毛病啊，白棋再一团还是先手，那么这些都走完了以后呢，哎，再跳一个啊，这个显而易见呢，这个是白棋呢大龙啊又跑出来了，因为黑棋这个外面还是不够厚实啊，那么黑棋还在继续努力，靠这个白棋长，黑棋粘，那么呢白棋果挨，黑棋呢点啊，冲啊，白棋现在提一下啊，提一下，这个时候没有用了，然后看清了再一冲，冲完了再一冲啊，这个这时候呢，黑棋呢也无法继续下去了啊，你冲这个他还可以一毛不拔的啊，把这个断了，断的是先手，因为打了一粒这块棋没有活，这上面一冲呢也完了，这时候呢偏杆冲呢终于认输了，从第52手打入啊，白棋开始自顾，一块两块三块四块啊，可以说是这个难得一见的这个自顾的这个棋局啊，一般来说自顾一块正常啊，两块已经不少了，这四块棋啊都要处理啊，都要把它做活，不但要做活还要活的，就是说效率高啊，比如说刚才是打劫都不打，这个地方目数啊都要讲究，这个呢确实是比较少见的一盘棋局，但是呢这也正是这样少见的棋局呢，展示了我们赵志新老师啊这个深厚的啊这个是自顾的这个能力，确实呢是非常的精彩啊，觉得自己自顾不太好的啊棋友可以好好的再把这盘棋呢翻来看一遍，欣赏一遍啊，这个就是呢也许对你这个自顾的能力啊会有呢很大的提高啊，不管怎么样向赵老师呢这个自顾的能力啊致敬。好了，今天的这个讲座呢我们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大家再见。